心脏的话，你会特别注意？有，心脏已经好多了，好了，很好。前一阵子说我不好，但是不妨左椅。实际上有去追踪吗？有啊，很好啊，很好很好，一切正常。哦，你当演员不注重，平常一般人也应该注重啊。那演员没日没夜的，更要注重啊。对，嗯，都怎么？都怎么保养？对对对，各种保养都需要的。对，都怎么保养？啊？都怎么？早睡早起，生活正常，饮食正常。那你心脏的话，你会特别注意？有，心脏已经好多了，好了，很好。前一阵子说我不好，但是不妨左椅。实际上有去追踪吗？有啊，很好啊，很好很好，一切正常。要不要那个吃一些药追踪控制的？不需要啊，你生活正常就很好了。大概每一年会高多少？全部，全部我没有用计算。有到百万吗？不可能，我一年都赚不到百万，还有百万？开玩笑，不可能的。阿姨太谦虚了，阿姨是影后。你要看我后面吗？金品红滴，这么小就拿影后啊，会不会有点对他来讲算是加分吗？我很心疼，因为不要说是他这么想就得到就心疼，以我个人来讲的话也是蛮压力蛮大的，但现在他才12岁，我觉得他压力一定比我大。他首映的时候我去参加了，那我也鼓励他，我说你真的想干演员吗？很辛苦，但是你要加油。中国要求台湾的艺人做一些政治表态，尤其现在选举这个比较激烈的状况之下，台湾艺人应该要做什么？我是没有什么政治什么时候都不懂，我只有说是对台湾人民好的话，我就选他。我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颜色？我搞不懂。这我不懂。那我带回家给见赏了。没有，目前连一个男人都没有。可能男生会比较害怕吧。可是我没那个意思啦。玩弄。那他交友会限制吗？不会限制，不会限制，就是说只要对他好的，我不会说什么啊，有钱没钱啦，还是什么东西，我完全不会限制。真的对他好的，那才是重要嘛。我也没有很有钱啊，当然是 OK。OK 啊，当然 OK 啊。怎么了？笑容可怕。只要对我女儿真的好，那如果说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，还是说是来玩的，那你就看你玩不玩得起。也就是说，不论是两岸也好，不论对华人世界也好，甚至对全世界也好，我们都希望呢，台湾能够再创辉煌，因为台湾曾经辉煌，曾经伟大，我们要再次辉煌，再创伟大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